夏天就开始长，冬暖您问您稳稳的没问题，有好消息，你们就这么忽悠我们，我们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们也有那么父母，你们也都有家庭，你们就没想到我们这些老百姓都过的什么日子，我们这些老百姓都天天揪着什么揪着心的，我们怎么过，我们这个节怎么过，今年腊月初三了啊，马上就春节了，咱们中国人最讲的就是春节，我们怎么过，让你说说，我们今天再有最现实的问题，今天都几点了，12点多，我从大兴坐公交车来的，从三环走过来，我怎么回家，你今天把时间给我解决，我告诉你说，我们这么大这么大岁数，你们他们不能不解决行不行，我难道我就让给你们跪呀、是共产党员吗，你们这些老百姓给挤得疯了，各位，你们说。